是还没有看到那个留言，我还没看到那个留言，我还没看、啊。嗯，哪个？我是现在在打，因为我想说我吃饭时间刚好有空，啊，刚刚在忙。没有，他是跟我讲那个，就是评语的事情而已。嗯，上班时间是没有问题啊，他的想法是这样。不会匿名，因为他的个性他如果要跟他直接讲，所以那不知道是谁，所以。他知道。他知道，他都知道，大概都知道。昨天呢、欸？昨天没有，他昨天没有过来啊。后面他们过来。因为我是在楼，我是在楼上整理我的袋子里面的东西，我并没有在那个洗手间啊。其实这些他都了解啦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昨天我们昨天是大概8-9点起来啊，就在关心，想说到底是几点上班。那他的想法可能觉得说太晚，前一个小时比较晚一点啊。对对对啊，因为是2点多公布。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们早上大家在问说，哎，有没有上班？那很多可能别的地方他们都有已经有发布，他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们还一直很在焦急。嗯，你们是我们到2点的时候公布。我
原本是神虎破跟玄武跟他照相。人呢？留言我就没有看到，我等一下会大概看一下。所以这两只都是给你的。嗯我们是一点，我们两点公布嘛，三点到公司。哎、欸，是这一只吗？这一只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那只是再深一点的吧。那目前都是它风向是这只。它这是健身的。我跟他不会，我会觉得说无名氏不知道是谁，因为他如果敢当，他就直接讲就好了。因为我还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，他做他自己的事啊，所以那个他的言论不代表我的言论啊。我基本上都用一般，我只有懒。你可能还没有公布，那因为我们大家都一直在等这样子，那可能想法是这样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大家好像九点超九点就在问的，对。我知道。好，我再跟他说。Thank you.
单来说就是你步数焦距做对，都是看得清楚，只是说你的耐用度啊，你的那个，你看它从毛料工厂那个多少，你看一台不是正电器，哦，就收你的这个大小，那个就大几大多，它都有很多东西先看得清，我的眼镜也是，可是我刚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了，哦，戴一下就可以了，没有，他眼镜太多了。那换钱来说，你想要花多少钱在镜片上，我再帮你找个合适的，哦，这样更简单。对。好，我就传给他看。用的才会知道。这多少个月？2000块可以用国产的。但它这个要怎么调啊？就歪七扭八。那个，首先它是需要加热才可以去调整。因为我不喜欢戴这只，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戴，我发现它是歪的，我就。在美国买的。没有，我没有调，我就买了就。哦，所以它一定是歪的。我有在听啊。这个高低。嗯。嗯，对啊，我这边比较低啊。是你耳朵长坏？有可能。对啊，但很少人耳朵长跟自己长的高低一样，难免都会有问题啊，因为只要环境的。说对。所以你这边可能，不然你看今天本来就很高，所以。可能我那时候在淡水，我应该就不会想要回到台北市吧，因为风雨比较大。嗯。我是不知道，重点是我们没有跟他说什么，或许他可能在外面听到什么，我不会去管他，我不了解，这个我就不了解，因为我就是我们在公司做业绩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他的想法什么我不知道，他是听哪边听来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去过问太多。我收的话你要96，因为他写那些，那我昨天我也是事实有问过他。有刚好拍照给你妹看吗？有。